之前不是在这里发现的捕鸟网，那今天过来看一下，就一直没被处理，然后现在看捕鸟网已经拆掉了，看一下，只剩下杆子了，连架在鱼塘边上的杆子。今天天气挺好的。然后之前反馈过这个网子，然后一直没被处理。因为现在，他们管理这个东西的已经换了部门了。后来，有网友反馈到，当地的派出所，然后派出所的工作人员配合，然后就拆除了。所以之前我反馈的地方可能有误。所以并不是他们不管，他们也在管。像后面你们遇到的这种东西，就可以直接联系当地的派出所和公安，他们会去处理这些东西。然后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市长热线。难得的好天气，小翠鸟活动翠鸟。风景，今天的天，现在差不多傍晚，然后突然出太阳了，特别漂亮。下面是种的水稻，水稻都没有收，哇，好大个什么东西在那个地里面，我去瞄一眼。这边就是河对岸，河对岸就不属于我们街道了，所以我的。发现的捕鸟网并不是说全部在同一个街道或者同一个地方，对面是像蒙古包一样，然后他们是在河边洗那种种的一种草药，就放到那个水里面洗，洗干净，挺漂亮的天。去，你的毛都发光了，这太阳照在身上。花八哥，这个就是黑领鸟鸟，这个季节是比较活跃的。什么白吉利？白吉利，喜鹊，还有啥？这季节的鸟比较匮乏，虽然迁徙的鸟都过来了，但是这个你要早上打一大早，就鸟就比较多。太鸟的时候一大早，看一下麻风这个灯上面，然后之前是在这个树顶上面，然后被那些搞麻风的给摘走了，然后那个没有地方跑，它就跑到这边来了，然后在这个地上这里建了窝，然后村里面人从这里路过的时候就都被扎到了，好多人都被扎到了，哎呀，好多，我操，赶快走，扎的要死人。有没有人搞这个东西来把它收走啊？不过太小了，现在真的好多都在天上飞，来，就你，我操，好多，就你不惹它，它一攻击人，拜拜，它会无故的攻击人。